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各位，离春节剩两天了，你们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假如还没有完全好的话，那好，那这几天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做视频，希望每天呢，你们一早起来听到我的声音，你们心情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。那今天要说什么题目呢？今天不能免俗的，我必须说一下两岸的关系啊，就是大选完后，台湾接下来跟中国要怎么相处啊？我先请大家放下一个执念哈，就说我们现在一定非常气愤哈，就蔡英文这个政府，蔡英文这种民进党这种诈骗集团政府，选前利用仇中反中，然后获得这么大利益，可是选后呢变了一个嘴脸，那中共你要接受这样的人吗？接受这样的政府吗？接受这样的诈骗集团吗？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深深的期待，就是希望老共你一定要好好教训蔡英文哈，甚至于有些人说你要引军队武统台湾啊，当然我相信这情绪化了哈，可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他没有住在台湾，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们这次选举的感受，不管这次选举有没有作弊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相信他们中共领导人现在在他们桌上看到了只是这次选举的结果，就是民进党817，国民党500多啊，甚至有崩盘的迹象。那作为一个中国的领导人，你在面对台湾的这种选举的结果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考虑？对不对？假如说今天你的目的只是希望好台湾到最后就认同我这个国旗国号，我中华人民国国旗国号，然后呢，我们不要用武力解决，两岸都是同胞嘛。他们现在一定想也是蛮头痛，怎么再跟民进党相处下去啊？所以我的猜测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我觉得中共对台湾应该会略施薄惩啊，就是我所谓的 ECFA 早收清单，应该可能全部都会剔除，全部都不接受，全部重来了。那以后台湾销大陆所有的产品可能也没有什么优惠了，台湾必须跟其他国家公平竞争，因为你们不认同我嘛，不认同中国嘛。你既然不认同中国，为什么一边要赚中国钱一边不认同，不认同我就罢了，而且还要利用中国，还要骂中国来获得选举利益呢？那获得选举利益选完以后还要来跪求，我觉得中国你们再能容忍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容忍民进党这样的行为嘛。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你们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哈，就是你们做生意的人，假如你们这一次支持的是民进党这一方的话，那我只能说这叫做自作自受。我劝你们，假如可以的话，赶快改行啊，要不然你就不要做中国大陆生意。有本事你去做美国或者其他非洲，做世界各地，就是不要做中国的生意。我觉得，假如我是中国政府，我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呢，以后的四年里，钱会越来越难赚啊。也许这也是大陆的一项战略吧，就是穷台政策，让你经济不好以后，你自然人民会反抗，自然人民会推翻民进党这个政府。当然这是后话了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支持中华民国派的这一群优秀又善良的爱国志士，你们心里面真的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，接受这种你们可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就是中国不会对台湾下太狠的手。那你们一定会问，为什么老共要惩罚台湾，要惩罚民进党，不敢下那么狠的手，而只是略施薄惩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次选举是不是有美国介入的痕迹，其实中国自己内心很清楚，台湾的背后就是美国。那中国现在是不是和美国翻脸，中国政府自己很清楚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中美贸易战前啊，这中国人啊，对不起，假如说中国网友你们听到我这么说不要难过也不要生气啊，因为我们在评论事情。中美贸易战的时候，中国政府那时候一开始讲得很强硬，可是后来了，后来去签约的时候，去谈判的时候，各位有看到强硬吗？当然我不是嘲笑中国政府，而是我知道中国政府有中国政府的难处，一个国家领导人绝对不能意气用事，因为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，他们都应该记得一句古书上讲的，愤可以复月，怒可以复息，亡国不可复存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觉得四句话我现在领导人应该知道，该忍的时候要忍，那等到实力强大了，力量够了，想还击再还击。所以中国现在不会对台湾下狠手，是因为他还不想正面跟美国冲突。那台湾同胞里面也要理解，台湾只有2300万人，这个市场大概就跟中国一个中端中高端城市差不多的人口而已，我们的经济生产的 GDP 或是我们对大陆人的影响，其实他们根本一点都不在乎，他们在乎的只是一个历史的使命感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他们不能分割出去，不管你台湾人认不认同，但是至少在十几亿人心中，台湾就是他们的一部分。
而且台湾人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记得哈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念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，那个一样跟我们对中华民国的信仰是一样的，统一也是他们的信仰，而且这个信仰已经持续2000多年，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，统一这个概念在他们脑里面就牢不可破，他们觉得国家绝对不可以分裂。我觉得台湾人你们是要理解这一点，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觉得哎，中国这么集权镇压回族啊，什么镇压港独疆独啊，觉得你们觉得很不应该，那是你们被西方的媒体影响。中国对统一的概念已经是2000多年了，你们随随便便就想要叫人家啊不统一，叫人家尊重民主，请问一下凭什么？就好像台湾人，我要是说我把你们庙宇全拆了，让你们从此再也 不能去烧香拜拜，你们能接受吗？我觉得大家彼此尊重嘛，我希望台湾同胞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中国大陆人再怎么讨厌你，一定要尊重别人的信仰。那我希望中国大陆同胞也是一样，也尊重台湾人的信仰。对，我们是民主制度长大的，那你们是在另外一种意识形态长大的，彼此应该互相尊重，而不是说一言不合大家都要动手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不是让外国人看笑话，你们就是中国人就是不团结，喜欢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不是吗？那我相信有很多仇中的这些台湾朋友们，他们一定会觉得说，那中国活该啊，谁要他要搞集权啊，而且这些地方都讲民主讲自由，我们就应该让他独立，让中国分裂。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真的是麻烦你到你的祖宗牌位去，跟你的祖宗磕个头谢罪，要不然你就把你祖坟挖了，你不配做中华民族的子孙。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想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今天美国他在德州跟加州都承诺过独立，请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不支持？中国人闹独立你们就支持，美国人闹独立你们就反对，你们就闷不作声，你们就觉得那是不应该的。你们这些不就是香蕉吗？各位可能不晓得我说香蕉什么意思，我们在曾经在很久以前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骂那些崇洋媚外的人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外号叫香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台湾最大宗物资消美的就是香蕉。香蕉长什么样子？外面是黄的，里面是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形容一种崇洋媚外的这种台奸，意思就是说你表面是黄皮肤，看起来像中国人像台湾人，可是你内在根本跟白人骨子是沆瀣一气，你就是帮白人出主意的奴才，帮白人奴役自己同胞的狗奴才，我们就这样形容他们，就是一群香蕉。我觉得台湾你们现在这些仇中的人，你们就是一群香蕉。要不然你不说中国人可以啊，先把你皮肤漂白，然后呢把人家祖坟挖了，不准用中文，不要用汉字，甚至你去整容，让自己完全变成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这样我就佩服你嘛。要不然你带着这个东方人的皮囊，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在你体内流动，然后你又要骗自己说我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底下生出来的人，你要告诉人家你是美国人，你怎么不说你是火星人呢？真的，我觉得你们这种人就是一句话，美国日本的奴才贱种。那骂归骂了，虽然他们是美国日本的奴才贱种，可是现在这群奴才贱种可盘踞着庙堂统治着我们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有很多网友留言呢，他们说现在1450网军啊应该是越来越厉害啦，然后民进党有大笔的国家资源啦，我们像我们这些爱国志士既没网军也没有资源，媒体又被国家掌控，那我们怎么能打赢这场仗呢？那我就举一个我以前工作的例子跟各位讲吧，就是以前我当业务的时候呢，我管了几个底下管了几个小兵，然后呢，那做业务你们都知道嘛，回来要开业务报告，每次出门跑一圈，回来还就要写一份报告。那每次我看这些报告的时候呢，我都发现这些新人哈，这些小朋友他们写的报告都会告诉我说，为什么我产品卖不出去？是因为对手哈，他们的公司提供了他的很多什么奖金啊、车子啊，或者招待客户的费用啊，或者给他们的产品比较好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才没有做好。然后我就会把这个小朋友叫来，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我说你现在觉得说你做不好是因为对手太强，因为你没有对手他的这些配备、金钱以及资源，所以你做出他。可是我说我反问你一个问题，假如我可以提供你这些你所谓的资源、钱以及这些好的配备的话，那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要用你呢？把对方的业务挖过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用你就是因为我想看看你能不能创造奇迹，锻炼自己的能力，就是无中生有，以少胜多。我们从历史上的这个英雄豪杰来看，我们不都是崇拜以少胜多、以寡击众、捏杀成团、无中生有的英雄吗？就像韩国瑜，他去年不是一瓶矿泉水、一碗卤肉饭
就这么打下天下，所以才造成寒流嘛。因为我们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嘛，他居然把高雄翻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给各位的概念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先不要抱怨敌人的武器有多厉害，对，他当然厉害嘛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赢嘛，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，这么多武器会赢，可是这个人一定不能打败的状况下，我们把他打败了，这才是厉害，不是吗？这才是能振奋人心，号召民众，能够让民众感动来加入我们，支持我们的一股动力，不是吗？我们就是要无中生有，以少胜多，以寡击众，一定要这样子，老百姓才会信你嘛。那假如你都有资源的话，老百姓是不是也可以指着你的鼻子说啊，因为你有这个资源，你有国家资源，你被媒体收买，你有这个，你有那个，所以你会赢。老百姓也不服气啊，要服气就要像去年韩国瑜那样子，无中生有，一碗卤肉饭，一瓶矿泉水，打下天下。我们追随韩国瑜不就是因为他就是这么英雄嘛，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可以打赢这场仗嘛？你们说对吗？我这样说，各位明白了吗？只要现在你们还觉得愤愤不平，你们觉得我还要马上组织一股力量赶快反扑的话，我说过了可以，可是我不建议现在把意气用在这上面，因为从今年开始，这四年内几乎没有什么选举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就算要带兵打仗，你连战场都没有，请问你这个兵要带到哪里去？我们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一个我们想要翻盘也好，或者想要立刻报仇也好，或是立刻想要让蔡英文政府下台也好，可是这在目前连打仗的战场都没有，请问怎么把他们扳倒，对吧？所以我说你至少要等有选举吧，而不是说好我们现在为了要翻盘，我们要这个查蔡英文有没有作弊，我们上街头抗议。我之前节目就说过了，红三军百万，两颗子弹也差不多50万，结果如何？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必须承认一点，台湾的老百姓很善良，我之前节目就讲过了，善良到我们连上街头都不愿意流血，那不愿意流血怎么会成功呢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谭嗣同的故事，中国辛亥革命谭嗣同的故事，我大概讲一下，就是他其实那时候他是革命党嘛，清朝政府要抓他，他本来可以跑，但是他不跑，他说，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跑，他说因为自听说过有革命以来，没听说过不流血革命就可以成功的，那中国的革命一直没有成功，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，那所以他希望中国革命要是流血的话从他开始，所以他愿意用一死来唤起这些革命志士的热情。可是我能在节目叫大家说你们去死吗？你们去流血吗？不行的，台湾人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做。但不是说我怕这个法律了，而是说我没有理由叫谁去为这场你们觉得不公平的竞赛去牺牲生命，我没这个资格，那你们也千万不要这么做OK、所以我才说忍一时之气没关系、我们拳头先收起来，有力量再打出去嘛，这是我之前节目说的嘛。所以我才说好，那你们可以问我说那现在怎么办、那就让蔡英文得逞吗？是，就让他得逞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些盗贼进了这个宝库以后，他们久了以后就会因为分赃不尽而自爆的、所以我还说我们等时机，等他们乱了我们再出手，这样会比较好。但这段期间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资源，没有什么网络，也没有媒体，或者说有那些、被收买的名嘴一天到晚在黑韩国瑜或者黑蓝军的阵营，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的心大家还是在一起。我们这么多直播组，那我们事实上虽然我们都彼此见不到面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发声，来凝聚大家的向心力，不是吗？那也许你们会担心说哇，媒体都被收买了，那你们声音发不出去，到时候或者说我们到时候被抓被检举怎么办？我觉得你也不要担心这个。我记得在还没有戒严以前，台湾的这种言论自由是签字比现在还严重的，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网络，大家说对吧？所以所有电视台报纸根本就不会报反对党的新闻。但是现在这个时代，我觉得谁都管不住媒体的，就算是1450，就算是民进党政府，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担心。因为我觉得网络就跟分散式的，就我说这个去中心化，它到处可以点火，我不相信它的手可以一手遮天的。而且从我们现在到出国也方便，到国外发声，或是我觉得除了 FB 或 YouTube 其他还有很多可以发声的管道，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的了。而且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民进党是做太绝，老百姓也会反弹的嘛。当初国民党会垮就是因为他到处牵制言论自由，搞戒严，搞得大家这个民怨四起，后来慢慢才一点一点突破封锁。那能够突破封锁也是因为老百姓看不下去了。就像民进党他去年报这么多事情，不是也是内部自爆吗？那想压也压不住嘛，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所以今天节目我虽然跟大家讲两岸关系，但是我觉得
两岸关系我觉得大家现在不要抱太大期待，一定不大好的、哦、中国现在一定是冷处理或是对台湾不闻不问，然后采取经济封锁，这是一定的。那蔡政府他假如说没有办法突破这一点，他还想去别的地方想办法的话，我觉得他一定是缘木求鱼，找不到任何的钱的，其他地方没有钱赚的，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要不然他现在就不会低声下去想去求老公说，哎呀选完了就算了，一副好像你们之前做的事情大家都赶快忘记。我觉得他最希望就我们赶快忘了他做那些乱七八糟事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大家还是先静下心来先过节，其他事情等到过完年，我觉得很多事情会慢慢浮现、哦、我觉得恶人他们的恶行恶相终会显现，大家不用担心、哦、我们先好好过个年，过完年我们再来好好准备怎么对付这个邪恶的政府。好，那就先、让大家放松心情，也好好过一个春节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谢谢收听。